后还有 MV 的拍摄，包括舞蹈，很多很多东西，就是你都要去很用心的去弄它。我也想说跟龙总自己亲自去沟通一下事情，但是因为那天就是龙总也有工作，电话也没有带来。一个晚上不睡觉，就为了一个音乐的很小的事情。那天晚上我手机没带在身上，然后哇，满全世界满世界找人。那是第二天早上，我不知道这个细节。问题是，是他们的工作人跟我讲，后生龙总，你知道，他为了等你这个电话，一晚上没睡觉，你知道吗？我说真的假的，至于吗？那早知道这样，你们怎么着也找人找到我呀？怎么就没人找我呢？说美琪真的为了这个事，一个晚上没睡觉，而且在国外。因为我其实第二天还有工作，但是呢不行，我就是因为我焦虑，我睡不着，我就想，我说我要跟龙总沟通一下，就坐那一晚上没睡觉，就等电话，嗯。但是我就喜欢美琪这一点，就不他不是别的意思，就说啊，好吧，老板说走，啊好，他不是，他就是，他不但说我有想法，他说今天晚上等不到想法我就不睡了，我的天哪，就是那种狼牙山五壮士，你知道吗？太棒了，我就特别喜欢这样的艺人，就是。真的为了达到他自己对作品的那种理解，他可以不眠不休去。我还是很欣赏美琪的。我说实话，他是个非常非常优秀的艺人。尽管在大眼里，他是有时候太倔、太犟，然后对吧？但是这种倔和犟就是他的那种不完美的完美。我还是挺喜欢这一点的。我其实，在做节目的时候，我在选艺人的时候，我特别愿意选那种他有只要有一面之长的人。往往是因为我们觉得他没有九面之长，就把他给扼杀了，嗯，给他泯灭了，他的那一面最有光彩的叫人生的高光时刻就没了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但是呢，后来我跟我们团队在聊的时候，我说，哎，没有完美这件事，但是你那么焦虑这个完美这件事情，其实也是他觉得，哎呀，怎么，哎呀，太讨厌了，哎，可是后来说这个就反而是你的优点。是你的可爱之处，没有了吧？哎，我觉得这是你的优点呢、哎。我跟你讲，现在我这样是在，但凡有人说这个，那个太讨厌了。事后想，当别人去评论他的时候，都是他的可爱和优点，因为你做不到。其他的就都好说，嗯，但是音乐吧，嗯，因为这是我初心，这是我最重要的地方，也是我的底线，嗯，所以我觉得。还是比较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坚持，嗯，这是 我也领教了，对。但是呢，有一说一，在音乐上有分歧，我还是会跟他 argue 的。对对对。实际上，我们跟很多艺人在沟通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，但是我还是比较欣赏能够坚持自己的人啊，对。但是坚持自己的时候，还是能有自我反省能力的，对，也不是盲目自大吧，对，不是盲目自大吧，啊，是这么一个东西。